为着生活，所以我拢对人去做迄工事啊。我知影这种镜头的时阵，我将规个工课放掉，啊，囡仔免我负担嘛，啊，所以我就工课放掉，真正爱把握时间。唔知当时无法度，这个身躯唔好我担当嘛，也唔知影。早食一斤还袂大，啊，我就创一支500万的雨伞伫遮，啊，做环保安尼。夜华菩萨，看一个弱女子，她也可以呀、啊，一个人呐、啊，在凤林镇里呢，可以带出了130个点，100多点呐、啊。你看多么不简单啊，从一把大伞这几伞那在下面做分类，还一部他的摩托车就可以走遍那么多的地点啊，去再环保。而且他身体也有病呢，他还带病啊，这做这么多。有一个师姐也要跟我讲，伊讲叶华，你身体都无好，啊，你做这诶职业这么多，你伊唔去敬，你偏偏去敬环保啊？平时硬道诶，吼。我讲啊，上林有讲过，对诶代志都是甲做啊，啊，剩诶都交合作啊。了解。吼，嗯。啊，所以我想讲环保爱有人去承担。对。啊好啊，我都天天做，天天过，啊，就是勇敢甲承担落来。实在是很不可思议呀、啊！这么多人呢，被他的殷勤精进呢所感动，那一把伞变成了呢一个铁皮的一个棚子啊，那一部两轮的摩托车。变成了4轮的一部环保车啊！那感动大家呢，都是这样的去付出。环保车要送给他，还把油汀个叮叮啊，砍到环保站来，就这样的交给他。看，爱心殷勤，我不都是。助人的力量，他日子不是很富有的家庭，还是要做工呢，去照顾病人。以前病人啊、家属啊，拢会晓工资嘛。啊，但是呐，照顾我特别好啦，哇！你对阮阿公、对阮阿公、对阮阿妈，你照顾我真好，阮阿妈真介意，啊，一包红包要甲你感恩。以你的经济条件，迄包红包有重要无？重要。结果咧，伊红包摕啊，你创啊？伊摕红包给我吼，都叫我讲，即爱关乎咱主席。红包摕出来，关乎主席，名是写上的啊。名，管家的名。我就奇怪啊咧，啊你要为自己支付，你为什么为病人支付？因为伊身体欠安，艰苦，嘛是希望讲，迄算讲祈祷的方法嘛，祝福啊。就后裔，再也健康。他是用这样的信愿行，在经营他的生意啊，是多么扎实的人生啊！一直呢，到了医师警告他，他有红斑狼疮这种这。免疫系统出问题了，可是呢，他虽然呐、啊、从职场退休，可是，在置业起步，他就开始专心投入了他生命中的理想的行菩萨道，走入此境。看他走入此境以后，影响了多少人啊！他能做到呢？这个镇里呀、啊，100多个
环保点，连部落里呀的原住民都被感动啊，连教堂里的老师们也被感动啊。浴火的时候，他也会呢去邀大家来浴火。80多岁的老菩萨也是跟着他一起做。尽管老菩萨曾经啊也中风过，可是呢，他也要学习夜华一样的，不要做了啦，不要做了啦。他们就一直跟我讲，说医生不要做，再跟我讲，我好了，我还要继续做，我就这样。爱地球的那种精神，还有回馈慈济功德会的那种爱心，很坚持。啊，他瀑布他中风的时候，他还不忘他的环保。我们在世界上有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呢，就是爱，爱给那个需要帮助的人。这都是那样一念心啊，带动了村庄里的老少中年人都被他感动，难怪呢。让他带动起了100多个环保点呐、啊！啊，想到了他能这样做啊，连我自己的感觉呢，我很惭愧，我还不如他呢。你看他能这样的把握分秒时间，啊，你用苦力呀、啊。苦力真正的呢出力哦，做出来去感动出来啊，这个晒了大太阳啊，吹风雨打，他都是不畏惧，上山下乡，真的很勇敢，让这样的老菩萨也这样的虔诚的跟着他。不管是天主教，不管是基督教，可以把宗教观念打破这样的宗教的藩篱呀，可以共同一念心来做慈济，想，实在是我是打从内心啊的感恩与感动啊。这在人间，菩萨在人间呐、啊。这，我们一定要相信，菩萨是最感应呐、啊。只要呢，你行在菩萨道中，人人都是菩萨，闻声救苦。人世间呢，如何救世？就是要身体力行。你去带动，你去度化，度化众生，叫做菩萨。知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就是菩萨。也看到了德国的慈济人，意大利的大地震，他们越国家，越国啦，而来汇合。意大利的慈济人去看灾，会同当地人，也有神父啊，跟慈济人啊一起来付出。这就是在灾区里呢，可以走到看到的等等，把所有的一切的所看到的收纳起来。那。在德国的慈济人就规划起来了，举办音乐会，说明意大利的状况，所以引起大家的爱心呐、啊。但愿呢，人人发挥那一念爱心，点点滴滴来汇聚起来，成为一股力量。可以去帮助意大利，他们这一场的音乐会啊，同时呢，
集中很多人来祈祷。的确，我们需要戒慎虔诚。我们看到了这种国度为脆、人间无常的景象，大家要自我警惕。总而言之啦，世间我们在平安的，我们要感恩，人人感恩，有感恩心呢，总是要启发那一份爱心，这种爱的能量啊，造福、增福、减灾，那一旦大家人幸福啦，就会当减少灾难啦。